现在一直在练习说，在公众场合的吼，我要来讲台语，因为我要来标榜讲我台湾人都爱讲台语。我这年吼，强力连交的年，啊，连利玉吼，啊，其实吼，我是淑娟上一本书的里面的一个角色，那我今天是跳出来了，所以你们今天是通通是从书中跳出来的人物，好。那现场有很多我认识或者是不认识，但是事实上你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先邀请这个为淑娟做这个签书会的这个最大的功臣，就是天下文化副总编辑吴佩珊，吴佩颖先生，对不起吴佩颖先生。那因为我今天主持人不能讲太多话，那我们先请这些重要人物上台讲一下。谢谢。淑娟，夏珍来副座，还有各位环保界的，还有各位先进的各位朋友啊，非常欢迎你们今天的莅临啊。那我先代表天下文化啊，感谢各位今天呢，在这种下午天气这么热又这么的湿的天气啊，来到这边。那我讲一下，我认识淑娟啊，已经大概我们大概在联合报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。但是呢，这本书呢，跟大家讲一下哈，我2011年五年前我就跟她提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那时候她刚好是得了两座的大奖，对，三座啊，对。然后呢，对，两个只那要再加一座的。然后呢，他累积在他的部落格上面的文章呢，哇，看完你就会觉得非常热血，非常感动。那我觉得这个是虽然我们从事出版啊，当然跟媒体界是有很相近的。我相信他的工作态度啊，他的工作的一些方法，那还有他做的事情，是可以足以促成一本书。那我们期待的将近五年的时间啊，那终于在去年的大概12月的时候，他慢慢的把这稿子集结整理出来，对，那这个也是感觉是我们在这里要先感谢淑娟啊，给天下文化一本这么好的一本书嘛，对，那因为天下文化到明年已经将近35年了，那其实。